行，你能耐了是不？行，咱俩离完了我就嫁给他。嘿，嫁给谁？你嫁我，我得要你呀！我原来那裤底子还没打上利索呢，这逼着我上新货可不行啊！快点走啊！来了。我怎么觉着咱俩以前吃饭这地儿，它没这么豪华吧？你管它豪华不豪华呢？赶紧吃完饭办事儿去。嗨，闹了半天是跟他说话呢。老板呢？嗯，点菜来。哎，好嘞。哎，两位，看点点什么？来碗馄饨。就光要碗馄饨呢？对。吃什么馄饨呢？咱也不是没钱。可我就想吃馄饨呢。行，听他的，两碗馄饨。不，一碗馄饨。什么玩意儿一碗馄饨呢？吵吵啥呀？咱俩从家出来的时候你不说好了吗？今儿我说了算，我想干什么干什么，我想吃什么就吃什么。行行行行。哎呀，我说姐们儿啊，你怎么抠得跟个老爷们似的呢？啊？哎呀，你想吃馄饨是不？对呀。对不起，要吃馄饨呢，外面大排档吃去，我们这是大饭店，不卖馄饨。大饭店就不卖馄饨了？您是嫌我点的少，不愿意给我做吧？哎呀，不是我不愿意给你做，是我呀不会做。过分了啊，这是不是饭店啊？别听他发瞎，他之前呢就是摆馄饨摊的，你要说他不会做馄饨呢，还不如说他不会生孩子呢。别说你跟谁俩呢，你谭统领生豆芽，你咋还吃嘴？顾客是上帝，赶紧给人做馄饨去。哼。不过我说二位呀，你。